他们封锁了仓库的入口，要找到另一条路进去。 这里干什么？你站住！瘾君子，我觉得他们不足为惧。 想搞到什么东西吗？我能做到，只要搏一把。 后悔吗？
上。操你妈的，放下武器。仓库越来越近了。在这儿再跳一次，我能做到。真遗憾，我就把你扔回去。夜店迟到，我
这些会很有用的。 就快到了，要通过那扇门。好了，再快点，我们还要送到城里去。你确定吗？功夫。嘿。 把你吓尿吧！
老大说谁都不许过去，华甲他想静静。我不管你的老大说了什么，我要穿过去。
我为此耗费整整8年时间。